我覺得我最近咧同泰國真係好有緣，因為我啱啱嗰轉咧係拍旅遊節目係去泰國啦 ，Bangkok。然後上年我又係去泰國做旅遊節目，都係 Bangkok。咁而呢一年中間，我自己都去一次旅行，咁但係就係 Bangkok 同埋即係去咗沙美島嘅，所以我係咁接觸泰國嘅。咁而我覺得最有趣，可以講下我上一轉去泰國啦。咁好多時大家都係吃喝玩樂嘅啫嘛，但係咧我係去咗玩賽車，係啦。咁但係咧去到當時咧，我就因為太驚，咁所以我家長俾我拍檔阿科去做賽車手，而我咧就係做賽車女郎，亦都我第一次做賽車女郎嘅，因為其他賽車女郎係好高啦。真係企喺佢哋隔離係好突出地矮，好細粒嘅，係啦。咁呢一個我覺得幾特別嘅經歷啦。仲有一個嗱，我哋平時去 Bangkok 咧，咪好中意即係突骨啊、按摩啊、舒服啊咁啦。我係做咗一個面部嘅 facial， 但係呢一個面部 facial 咧，唔係大家諗嘅咁舒服嘅。我係要俾人打嘅，佢係真係咁打落嚟嘅。咁我覺得而係有啲效果嘅，個效果係好嘅，係啦，大家要睇一下到時。但係呢個我覺得好神奇、好特別嘅經歷。嚟緊工作上其實主要都係節目為主嘅。即係包括可能係電視台啊，或者係 live show 啊，即係網上電台、電視台，我都會繼續做咯。但係會唔會話有啲咩大突破呢？暫時好似都係冇。反而我自己有啲突破，可能就係我最近好勤力跳繩啦，做運動啦咁樣。咁希望自己再健康啲，同埋我發覺香港好似比較少人玩跳繩呢類運動，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帶動多啲朋友一起都跳下繩。咁就係因為頭先大家都聽我講啦，最近係同泰國太有緣啦，咁所以我啱啱拍嗰個節目咧，嚟緊就會喺如無意外，應該會喺一月咧就會喺電視度同大家見面噶啦。其實就是旅遊搞笑，有少少無厘頭的，有些關於食嘢的，其實真的綜合埋一起的，但係偏一定會帶到開心俾你哋的節目。我覺得生活上的話，一定是電子俾錢，即係電話俾錢，因為你哋知道我實在太大頭蝦啦，我咧係成日都會唔記得帶銀包出街啊，唔會帶卡啊、八達通啊嗰啲冇嘅。咁但係而家咧，我真係覺得好好，因為我一個電話就已經可以俾到唔同嘅嘢啦。係呢個對於我嚟講真係好好，你會唔見少一樣嘢咯，就係銀包同埋卡啊嗰啲嘢。係啦，咁而工作上嘅話咧，我曾經有試過叫 ChatGPT 幫我去覆嗰個，因為好長，係關於一個外國嘅 email send 俾我 ，for 一個 invitation， 係關於一個遊輪之旅咁樣啦，好 details 嘅。咁所以佢 details 係多到，我到底點樣覆佢咧？好啦，我揾 ChatGPT 幫我一次啦。咁但係到最後我自己都要 adjust 嘅，即係係啦。咁呢個我唔知算唔算係幫助到我，但係我聽我啲朋友講喺工作上幫到佢哋好多咯。同埋 AI 啦，我覺得 AI 係執相好好用，因為咧唔係執我個樣喎，因為咧有陣時，譬如話我哋影完張相可能係直到嘅，咁但係咧某程度上即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哋想去變正方形或者係橫到，跟住之後咧，我一次我個 friend 佢用開 Photoshop 幫我啦，佢用個 AI 啦，然後佢係無限伸延咗我張相變咗打橫。而個景係真係一樣咯，我覺得好犀利，係啦 ，AI 好勁。
係，如果我係監製啊嘛，我製作節目啊嘛，製作喎，咁梗係旅遊節目啦。係啦，如果你問我而家呢一刻想試下玩咩節目嘅話，我可能會答 B 嘅。但如果我製作嘅話，一定係旅遊節目。是，我覺得你哋問得我呢條問題，係一定知道我會揀 B 噶。Loki， 我係其實已經係諒解咗佢嘅角色噶啦，即係因為我覺得咧，雖然 A 咧都係好有挑戰性啦，要我做一個哇，即係唔笑啊，或者係好專業、好認真嘅人係難嘅，因為我唔係一個咁嘅人。但係 B 咧呢一個角色，即係 Loki 係。人哋覺得佢好似好壞，但係其實咧佢係好可憐啦、好可悲啦，又好可愛嘅一個角色嚟噶。大家知噶，我係一定會揀 B 噶。你問我呢條問題點解要笑？嗱，如果係演婦女嘅話咧，我覺得我會同謝君豪係似樣啲嘅，應該。但是你問我真的想，梗係會同杜生一起做婦女啦。我覺得我哋做婦女應該會有好多火花，或者係我唔知道，我又真係有啲想試下喎。係啦，揀杜汶澤。PCM 30周年生日快樂啊！我好開心可以即係隔咗咁耐，然後再同你哋合作。因為話說咧，如果我冇記錯，如果你哋都冇記錯，基本上我做 model 嘅時候，我第一本影嘅雜誌就係你哋啦，所以係非常之有回憶，同埋我係好中意你哋嘅。Happy birthday！